现在这个版本啊，不会像早期大概两年前的时候，玩家还会沉迷在抽卡的乐趣。现在这个版本很少人会在抽卡，但是这个版本什么东西会丢水坑，就是制作啊，活动制作就是丢水坑啊。你买活动礼包至少都会有 CP 值，那现在目前我们花的钱，大多数客长花钱丢水坑都是丢在制作里面。有人一发入粉，有人做了十发都还不会还入粉，没办法。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机遇，东西就是一种感觉啊。你看到别人一发两发就出力量进甲，然后他又便宜，你就会想要跟。如果你跟了五次、十次、十五次都还做不出来，然后又一直别人又一直分享成功的画面的时候，你就会很燥。所以我决定，我第十次失败之后，我确定我不管别人怎么传，我都不做。我就说服自己，裤子目前不是我必须的东西，裤子目前我不用，裤子我只差一力量一减免，不需要，防御会掉。所以我就说服自己，裤子现在我不要，我就不要再做它了。我是说我之后会跟前田一样，就是开始存钻，但我没有说一毛都不花。这样讲啊，你光买包月跟光买890就是花钱了。怎么可能连890包月都不买？就是你只要有买包月，只要有包月跟买890就是花钱，就是不会是无氪。所以我只是说我会慢慢的存钻，但我没有说我会不花钱。下一个阶段应该就是我看一下我身上装备，不考虑破盔跟紫变的情况下，我下一个想提升的应该会是项链，可能会想要做一个战士项链。鞋子跟手套，手套其实我在等改版了，改版之后如果我们跨服这边能吃掉巴罗的话，或许会想要看能不能收一个骑士范德手套。死亡戒指，你个头啊！我戒指的目标只有放在那个神圣的力量戒指而已，我的戒指目标只有红戒而已，没有到紫戒。我赚怎么这么多？原本要拼守护者斗篷，后来我冷静下来了。原本我想要用守护者斗篷，因为守护者斗篷我发觉我其他分身都可以用，我都近战分身，然后他的防御又多，他防又比我多一，他防我这个12防嘛，他13防又比我多一。我觉得，靠，这个好像不错，又力量多，又抗魔，抗魔点到加五又比我多一，后来放弃了。后来我想一想说，啊，不要不要，斗篷也不是我必须的，斗篷跟我差不了多少，我鬼斗跟他各有千秋，不用换。啊，紫裤啦，紫裤我做十次的都你那句话，我紫裤之所以会拼十次，都是因为你说紫裤 CP 值高，要我拼，我拼了十次。那你们真的很会推坑欸，我他妈被你们害死，我一定会被你害死。如果真的要换的话，这个 CP 值比较高吧，这个换上去我多二力量，防御又变多，这个 CP 值怎么样都比较高啊。如果真的要换的话，我全身装备只有鞋子是全部提升，没有一个地方是输的，完全提升。我换裤子我还会掉防御，就你们在搞我啊，你们继续搞我没关系啊。好啊，你再继续玩啊。我没有动摇，没有动摇，我冷静，我只是冷，我冷静一下，我先冷静一下，喝口水。啊，连色哥都在洗，你们真的是很害人哎。好，我今天讲一句话，就这一句话了，没了，看你们诚意啊。你们不可能什么都不做就要我花钱吧？什么都不做还想要我花钱，真当我百姓台，百姓都会叫你们点赞。等等，我要关台了，我要在200钻之前，那个今天差不多了，大家，我们很高兴今天，如果你还没订阅我频道的话，帮我点个订阅，点个赞，我们下次再会。没有200啦，你们刷我，明明这170几，你们以为我小学生两岁不会算数？啊，人真的是。我先说，不一定有哦，不一定有。哇！国父11次革命，真的要11次？轰动你！我继社哥团队做出第三件了，前两件都社哥他们做的。哎，不是，哎、欸，
不能变道站，你们站点的不能变道站，是你们点的，不要变道站哦。你们点赞就要，你们说我是成年人，做事情说到做到，你们也是要说到做到。既然点了赞，就不要后悔，不能收回。不能变道站，你们是不是真男人？你们是不是真男人？小朋友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小朋友？欸，这是我第一次直播上做出东西吧。我开台两年到现在，我没有一次直播上面拼紫色的东西让你们看成功过的，这应该是我第一次紫色成功的。谢色哥，谢谢我儿子爷爷，还是那个失恋之后运气比较好。爷爷，你要不要失恋一下？爷爷，你准备好失恋了吗 ？Are you ready to 失恋？结果我会不会毁在住？我一个娘住600钻。好啦，加五啦，有没有要上？那个色哥有没有便宜的住房可以卖我一张啊？我的住房应该要卖200钻。好，我们来，好，600啦。如果他没有一键上加五的话，我会有点难过。我没想过我竟然身上会瞬间多三个纸装哎。加五，哇，一件完美。其实我讲真的，我的钻真的是要用破亏的。好，色哥爷爷，感谢你们推这个坑，你们这个坑推得好。但我要先跟大家讲，我的钻是要努力存破亏的。你们想不想看我学破亏嘛？你们就说你们想不想看我学破亏嘛？你们如果把我花掉，今年可能就没破亏了。破亏放不到吧？没有啊，我可以在小战场啊，小战场就可以放破亏啊。我发觉你们说话反复哦，一下说没破亏的黑妖没垃圾用，现在要说破亏没用，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没纸变做个鸟破亏哦，纸变等 TJ 啊，纸变之后5月6号之后就有啦，5月份我就有纸变啊。爷爷，我跟你讲，你却连续两次活动推了我这个坑，那只是上一次推失败，这次你推到我做了两个纸的，都是你推的，那现在我已经达到了，你推不了我第三个了。其他没有 CP 值高的了，我跟你们讲，欧吉王点一次6700-800钻，的纸库点一次大概6200钻，这两个是 CP 值最高的，其他都是要10000钻左右的价格，所以没有其他的啦。鞋子还不错，干都你在讲，你这是天堂 N 直销台欸，到底想怎样？我看，等一下，看一下啊，骑士黑妖龙斗王主子，可是我问一句真的啦。你们不觉得我做地龙甲会比较好吗？因为其实现在我们这边有一颗龙星了，我重点是要等一个魔盔甲，之后活动做安塔瑞斯的魔盔甲会不会比较好？因为我觉得地龙甲才是核心欸，安塔瑞斯之星一颗才卖8000-10000钻，等于是一条紫布8000钻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你们先不要急，我来看一下加五守护者斗篷。好，这是我换斗篷之后的结果，我少了60血，4回魔，但是多一防，多一抗，多一力量。然后再看守护者长靴，我来看一下，我比较一下，这个是直接提升，没有下降，减免多一，减免还多一，鞋子有减免的，我不知道鞋子有减免欸，没有啦，我没有要做啦，你们真的以为我钻是要干嘛的？我已经说我不会再拼激励制作的东西了，真希望哎呀，死去！跟你们说没有天天过年的，我现在喘口气，我先喘口气，我的赚花点多，我的红利一直在成长，看得我心好痛。我的人生都，我的直播之路都毁在你们手上。好啦，没了，真的没了，三次了，我有第四次了，不会有。我现在卖掉铁库我还赚，但是我在做就没了。可以了啦，我点一次7000钻，你们想怎样？你们都不对啊，爷爷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爷爷你是不是你自己直播，你都不花钱，你在叫我花钱，你就这样子，我跟老王都被你害死的。我完全感受到，这时候就是那个赌博末世路的套路啊！你们看过《赌博末世路》吗？
旁边的那个荷官都会一直说，那个我们在借你钱，下一次你就会中了，下一次你就一定会中哦，再一次你的运气很好。然后男主角就会说，真的吗？再一次，只要再一次我就有了。好，我再借钱，再赌这一次。结果最后怎么样？被拖到地底去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丁丁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帮我点个订阅，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们下次再会喽，拜拜。